咱们打开了欧拉巴雷猫的尾门，尾门高度是支持调节的，不管你是矮个子的女生或者是高个子的女孩子，都是能够与你适应相匹配的。另外值得一提比较贴心的是，它的地台这里的高度比较低，女孩子拿取东西非常的方便，大概在我大腿的这个位置。接下来谈一下它的空间，因为它的这个车身设计的缘故哈，整个开口非常的大，然后你拿东西比较方便，不怕硌着什么。空间的话可以放下一个行李箱、女孩子的背包、化妆包、高跟鞋等等，然后这上面也有一个置物架。后排座椅也是支持46比例的放倒的，如果说你需要重放更多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就需要将你的后排放倒。不过呢，这辆车我们对它的空间需求也不能要求太高，满足女孩子的日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里大家看一下，底下就是咱们常用的一些三脚架什么的，前面有挂钩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灯，只有单边有灯，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是没有灯的。